这轮是我们今天游戏比拼的最后一个环节，也关系到最后一本的食神秘籍，一定要抢到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两位队长，请这个秘籍我们先开了。对对对，来，第一轮谁出战？啊，队长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就我喽。你翻还是当荷包蛋？当我翻。你翻？现在炒炒荷包炒蛋啊？我的力气其实不是啊，那就算了，我不赢翻了。我趴着，他根本翻不过来，不用到蛋都翻不过来。不可能！等一下，我今天厨神有话说啊。厨神，你说什么？没有啊。他说他翻，那你怎么样？我也可以翻的。你也可以翻了，两个帅哥一起翻了，因为很公平、啊。我觉得光看已经好看，还是你要翻？你说你翻好看一点，你翻完之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 pose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赶紧来确定一下，谁来当荷包蛋，谁来当？奇峰队王源。好，那其余的三个荷包蛋分别是谁？也请两位队长派人啊，来，其余的我都往后退一下，一会儿直接开始吧。男的来，好不好？示范给他们。好的，好。好，我们是三个，我们是真正的三个包，两个包，三个包，怎么行？三了，三了，我们三了，你拉吧，拉开，还有马上上，我们三了，没有，厨神有战略，厨神有战略，可以，厨神有战略，你看我们有没有战略？他们还在商量，他们每次都可以，哎呦，好秘密的样子。咱们是不是？咱们脸去朝哪儿啊？是不是趴着？趴着，别人在那趴着，趴着还是？我怕下一次就不是你们三个就做蛋。可以的，蛋永远是他们，也可以怎么行？永远是我哈。对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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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兴趣问一下，问清楚了。我们三个是可以永远是蛋。要换人，你甘心一直当蛋吗？好的，哎呀，但是你看，有三轮，我们才七个，真有没了。有这样的人可以换，对啊，会有重复，会有重复，但不能排出一样的阵容来玩三次。啊，就是我们可以第二轮再换一个人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换一个可以。因为他们是六个人，我们七个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余地。对对对，现在这么多余地，对，九个人商量一下啊。投到哪边啊？第二轮可以换一个人，手不来。哎，先反了，不来。那就是我们三个黄金。反过来，我们打哪？我们先三个人，看谁箭向下面，谁不会箭向下面，过来下一次行吧？我来打。保证两块，每次都要换啊。对，保险一点，不用每次都像乌龟啊。看你穿的是。哎，那你投，那没办法，三个你投。这样，我们三个先上，但你下一次你看谁抢的好暖，行。平衡度保，对，但是费力也很重要。好，来，我们赶紧帮忙穿一下这个荷包蛋的衣服啊！来，你来当模特可以。来，我们来帮忙。帮忙。哎，你辛苦了。在他们那边太难翻了，真是吧？好重，反了吧？我说，哇塞，胖样的，胖眼疼，羡慕我一下。他们三个也是重量级啊。肯定因为王源又比较难，但是他们都比我们重，好比你们重，好像一个揭不开，一个甲壳虫，一点点，是啊，手，拿不出来手，对呀，好像一个情感，好像一个瓢虫，我感觉，对，哎呀，胳膊要出来，胳膊要出来，接不了，难得，你要睡觉好不好？你归丞相，好来，不是你不如我，别管我，扶住你啊，再想啊，哇，太多了，胳膊好轻啊，你说你多简单啊，哎呀，好萌啊，能转过来吗？厉害啊！哎，你自己能翻商场门口那个是吧？哎呀，翻你一个全翻！哎呀，快感受一下，别玩了，快，你先趴着试一下，好不？不要，快点，再趴试一下，感受一下。我怎么躺呀？先膝盖翻。你想吃汉堡吗？感受一下，汉堡。躺不下这个，哎呀，躺不了，躺不下我就下不去，你服了吧？先都站着了，都穿好了吗？都穿好了吗？你得前面谁？
先都站着，先都站着，先都站着啊！先都站着了，先都站着了。好，我们这个来一边三个蛋，站好啊！一边三个蛋，站好。站好，按照刚才那个摆放的那个位置，我们先站好。肯定赢了。我们要赢啊！虽然我们也能。那个，给人休息一下，有一种站不直的感觉。来来，我加油！站起来。哦，好累。可以发现他。好的。来，你往那，我还没站起。好的。可以发现他。你们要小大开始和你们需要走着吗？那又两个现场可以吗？还是说放点音乐吧，嗨一点的。什么样一开始的呀？现场可以吗？倒计时是在现场。倒计时会有的，可以啊，那我倒 Q 了啊。先让大家这个听个音乐，找找荷包蛋的感觉，动一动啊，动一动。那我们怎么夸呢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现在两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这样给六个可爱的荷包蛋们呢，先放一点音乐，找找这个感觉，好不好？来。80年代的那种，动起来，找到这个荷包蛋的感觉，闪转腾挪。来，我老了，为什么？就看这两个体型呢？我觉得这边队伍派出的都是本鸡蛋，个头相对较小。这边都是养殖场的，养殖场的哈，个儿大啊，里边都是走地鸡。来点，对。我们有优势，真的。三只，我们腿都比你们长。准备好，接下来所有的荷包蛋，请来到煎锅上。我们这边先趴下了啊！不要这么近嘛，不要趴，远一点。趴下，先趴，你先趴。好，不用你来趴，需要什么？趴就趴。我求求你了，怎么趴？就往下走。趴去。我们帮一下，挨个帮啊！哎呀，主持人，谢谢。来吧！你们这边远一点，向后翻。保持身材拉一点。还没他看到我身上，对，他那个身上很容易被那个。多久年起来不？好，现在荷包蛋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两位大厨尽可能多的拉开一点，开一点，好。好，现在所有的荷包蛋已经准备就绪啊，两位大厨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把对方的荷包蛋翻过来，保证自己的荷包蛋的蛋面朝上，两位大厨清楚了吗？